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我们分享耶弗他在士师记里面这一位士师，我觉得很感慨啊。每一个人走过人生的路都有高山和低谷，而且你很难讲哪一种条件对你是绝对的优势。好像我们说耶弗他，他的条件不好，他在家族里面是被别人瞧不起的，因为他妈妈是个妓女，而这件事情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如果我可以决定，我也希望我妈妈是公主啊。可是那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他却需要承担那个他无法决定的那件事情的后果。他是被瞧不起的，被欺负的，被弃绝的，被赶出去的。可是他没有自暴自弃，他认真的预备他自己，他让自己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以至于当以色列人被外族欺负的时候，他们发现耶弗他的妈妈虽然是妓女，可是她真的就是会打呀，她是个领袖啊，那么多的人都愿意跟着她呀，所以我们要把她找回来做元帅。她预备自己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因此当那些人就拥立她做领袖的时候，我读给你听，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当他回到上帝面前跟主祷告，把他自己的一切的话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跟主祷告嘛。当他跟主祷告的时候，我猜耶弗他心里一定是充满着感慨，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小被别人瞧不起，被欺负的，被我们家族的人赶出来的，原来我应该有分得的一份的都被别人霸占去的，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而今天被光光荣荣的迎回来做元帅做领袖。小的时候受的那些苦，小的时候走过的那些路，可能一幕一幕一幕都在他的脑袋里面。我相信他现在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心中一定充满感恩，说那个时候被赶出来的时候，我也曾经跟主说，主，我怎么走成这样呢？那个时候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恐怕也觉得说，上帝，为什么我要承担这样的结果呢？那个时候被别人瞧不起的时候，他恐怕也在心里想说，那妈又不是我挑的，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此刻他来到上帝面前，我相信他心中一定充满感恩，说上帝，谢谢你，因为走过那些路养成我坚毅的个性，让我不怕遇到挫折，让我勇敢，让我面对仇敌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样征战。每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养成今天这个可以被众人认定请他做元帅请他做领袖的耶弗他。你一路走来走过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也许当时未必顺利，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带你走人生的路，你终究会像耶弗他一样坐在神的面前说，上帝啊，感谢你。